好性的吗？沈长言应该没什么用吧？你好小声啊！那是小客家，对对。那就沈长言有什么用？记得 PSI， 你是说有个这个吗 ？PSI 像是写程式？嗯，对。哦，是啊，它是。他怎么说？他是一个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《魔法猎人生》《魔法高校猎人生》吗？是那一部动画的模组。想知道装什么模组？你去看我听课影片下面有贴，嗯，可以去搜寻一下，因为讲不完。你可以，哈记，你可以按 C 呀、啊。啊，我知道，我看到 C 啊，对啊，就是那个啊。欢迎来到全宇宙最好玩的那个。嗯，全宇宙他有讲全宇宙最好玩吗？他讲啊，欢迎来到全宇宙最好的注释编辑程式魔法科技 mod， 对吧？啊，注释，嘿 ，PSI， 嗯，感觉这是干嘛的？这是玩什么的？你可以介绍一下，你那个模组，你可以在里面获得一把魔法枪。那魔法枪你可以自己编辑你的魔法效果，例如你可以开枪之后，你的子弹射到某个物体，那个物体可能会移动往前，或是被挖掘起来，或是你可以射你某个目标，让它整个飞往高空飞上去，再掉下来。你可以去编辑这些效果出来，好像不错哎、欸，好像不错哎、欸，它是一个可以制定效果的模组，但是蛮效果有限吧？对，它每把枪的编辑的效果有限，对，它有一个编辑版，然后它里面的大小是看你的枪的等级来决定。想问你们个问题。嗨，哈记，你钻石很多哦。哦，我看到了，好多。看到你家都是钻石箱啊。啊，对啊。啊。嗯。拍谁？走到你家门口被射出去。哈哈哈！那是来防怪物的，差点被射出去。不是，我已经被射出去了。好，你被弹出去了。射出去听起来怪怪的。你家沙漠是出门左边还右边？看一下，家出门，地图的左边左。地图好，直走。对哦。像什么啊？突然变猴子了。不是这个，像是哎，橡胶溯源木是这个吗？素描，是，找到你了，找到你了，你找。我下面有要打窟窿，就跑这么多窟窿出来。被你找到啊！死了。狂风棒，哎呦，你家会生这种怪，好好玩哦！你们装备都是做什么的？铁的。丁克的衣服啊。丁克衣服怎么做啊？哎，我今天才有教。还有小鸡骑士呢。那个，你做一个工作台，上下左右放那个模板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那你有盒吗？那个是做装备的地方，盒装备的地方、哦、啊，做装备的一样在那个模板那边可以做。呵，我可以过节。哎呦，怎么这个球会电人？哎呦，哎呦，电地狱吗？不是小精灵啊，是在魔法阵地。后面都是显示魔、哎，有个球会电我，啊哦，啊哦，雷电球，哎，雷电球，哎呀。哎呀，
为什么我觉得你被电得蛮舒服的啊？电得蛮舒服了。不要再电我了！哦，哇，这里还有香蕉啊？不是啊，不要电我了！哦，你走开！你好像蛮舒服的啊，觉得你很开心哎、欸。你这一次不要电，不要电，不要电！哎呦，哎。走到左边了、哎，还没到哎、欸！哇，你家好多鸟、喔、哦！我不杀光，不要杀光，我不杀光他们，垄断牛牛市场。哦，有了有了，沙漠，碎啦！啊，突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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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要垄断沙漠市场，垄断沙漠市场。哇，沙漠化就因为你而消失了，真棒！诺贝尔奖要颁给你了。嗯。什么？仙人球？哦，仙人球，这是小猪的仙人掌。哦，所以是要做这个跟这个。什么的水桶飞出去，这就开始卡卡的。是，是不是有人在跑图？我在砍树，这个木卡卡的。我在走哈基走过的沙漠而已吧。走过的应该还好，应该是我走。你是不是？可能我也在开新图。哦，你又在用弹弓开图吗？嗯、欸，对，我在新的地方哎、欸。哦，好、啊，十一万谁？哇，有稍微就是你，就是你，赚大了。咦，每次都是你。三四五，好，嗯，看起来超舒服了这个。什么东西超舒服的？砍树，然后用那个听课的树，然后砍那整木。不、哦，你看它啵上去。对，它这么。你要看你的那个耐久。不是啊，你看你的耐久，如果没有会断在一半，超难砍的。啊不，我之前砍那个，它不是有个巨木吗？就超高超高的那一种，然后一砍，然后耐久没有，然后砍到一半的时候，砍着那个砍完一半的树想，怎么办呢？哦，模组也会这样的不是吗？砍树模组也是会这样啊。对啊，就是耐久不够，他就砍到一半了。实力，就实力没有用。哦，我伤害啊！我记得是不是有一个工，有一个那个材质是你。挖到的东西会直接吸到身上里面，直接吸到身上。通能合金是不是？好像吸到会直接吸到很身上。那我如果用砍木斧嘞，会直接噔，然后全部往身上吸走。啊、哦！走。你是想听这声音对不对？衣服的材料跟一般的工具是一样的吗？欸，你说它的效果吗？效果啦，应该说效果。不一样，不太一样，不一样，太一样。可是要在哪里看？你要做那个他的书。我跟你讲，那个模组的书，那个模组叫做C O N 开头的，你去搜寻那个 C O N 开头。小老鼠 C O N。好，对，就是一样，那一本书里面会拿到。会，可以合得上。哦，盔甲锻造手。对，有人一直嫌我矿物没有挖完，好，我就把它挖完。挖起来。有人一直嫌我矿物没有偷完，那就把它偷完。然后把这两组快两组的钻石拿走了。咦？然后那个主人还没有反应。嗨，什么东西？有反应了。你是在我家？我附近。附近应该还好啦。骨头的衣服也太好笑了吧？不是，我记得是喝牛奶还是什么？对，让你的盔甲重新恢复活力。太好笑了吧？嗯，要修盔甲，一直狂喝牛奶就行了。所以我是，他是在主还是副？
它是主要的啊。嗯，像它耐久度会不会很低啊？耐久有十二啊，防御力、哦、好低哦，就比较低，再低再低了。Yeah. 回家，我不动了。第六排，回家种仙人掌。嗯嗯嗯、电池，给我泥土做的一开始书，对啊，我知道啊。嗯，做一个。素描，素描，又一掉一个啊！你可不可以不要都只掉一个啊？我都有点怕、啊。拿幸运去打嘛。嗯。幸运。你是打树叶吗？对啊。可以啊。有加几率啊？记录一下。有啊，会多那一点点。我们再一点点。对，我们在巧克白的那个伺服器，就是为了素描去研究，对，还真的是拿幸运打，真的是会有额外加一点点帕数的。所以，除非打大量，否则没它没有大差别。对，我用幸运搞去花，它没有掉任何数。笑死，那就是不会掉喽。不是这样吧？我让他自己带了两个，自己花没了、啊，笑死你！哎呀，他自己掉了，也没有。你好不幸哦！啊，我又被他醒了吧？哇，都没了，进一堆嘞。经验家，这些矿我真的不用不到啊！我要去挖我有用到的矿啊！这留着就是我用不到的、啊。我真觉得你好好笑，究竟是笑还是哭呢？我是感受不到他的笑。有啊，我就是要做反那副手这个，我要把那个告示牌，哎呦，变成仙人掌，嗯，落水了，哒啦，嗯，红石越挖越多，对啊，我不需要这么多红石啊，我现在又没有研究工业的东西，就这么多红石干嘛？这边有个需要的在听你讲话，谁？谁需要？哇！你要吗？对啊，你可以去我箱子里面翻。钻石箱子吗？挖起来的矿应该会在钻石箱子里面。哦，你可以去翻。但是它这是原矿，就是。我没有去过你店。说，我要少用这个 TP。团团，哎、欸，我没允悦你家哎、欸，啊？没你家哎、欸，没有我家，那你要不要直接 TP 我这边？虽然我现在在地洞里面了。TP， 出门的气死我了，真的是追到爆！从这里上去，从这边上去。好，不客气了，去拿你的钻石箱了。去吧，是假的，你要给我。去吧，里面都是矿哦。你不，你这样，你只要一把它打掉，我就知道你打掉了、哦。哎、欸，塞斯特矿石，我可以挖吗？那个它是充能的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看它有没有亮光？没有，没有亮光，你挖吧。要充能的比较稀有，是？对。嗯。我是不是念错啊？塞特斯，哎、欸，你走，你叫我走上来啊，然后走哪边？有跟着火把、啊，跟着火把，有一个直直的火把粘在一起了，我、哦。哦。嗯。鸟
会长哦。还有没有？